一年一度的水灯节又到了，对于泰国人来说，水灯节是很重要的一天。如果高温节来帮我如果了希望能够这一天是属于泰历12月15日月圆节，举行水灯节是为了驱除厄运，感谢河神的恩赐，是河神让人类得以有水用。这里每年都会有主办，从2016年开始。
Ready, ready, ready! I'm ready to get to you!
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.